托尼基叙利亚大地震超过4万1000人死亡，咱台湾的搜救队伫咧托尼基拍拼五天，今日已经转来到台湾。有三个罗西亚人为着闪掉冰，走去韩国申请庇护无过，伫咧机场大肆过过，但韩国同意先予两个人入境。 美国俄亥俄州卖车有一只载化学物的火车冰车，环境好亲像洪污染，有居民人工苦，加几落千只鱼也死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托尼基甲叙利亚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是已经增加到4万1000人，咱台湾的搜救队伫咧托尼基拍拼五天，也已经是平安转来到台湾。 今日咱来头一条新闻，就先来迎接这条英雄。结束托尼基的救灾任务，台湾搜救队直播下晡，等来国内，一个入境就听到真大声的破壳声。内政部长林右昌、托尼基自带代表贝定可，这官员前往接机，欢迎成员等来台湾，并表达感谢。 我们所有的运作，还有相关的一个器材机具，其实都符合国际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在一段时间里面去扮演的分区这个协调跟指挥的一个角色。这份光荣是属于国人的。贝定可讲，台湾人甲托尼基灾民当作同胞来关怀，无论讲偌济个感谢，拢无够，无法度用言语表达感激。一个未少成员的亲人来接机，欢迎救灾英雄回来。 托尼基因为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灾情，台湾第一时间派出两推组，拢总180人甲五架搜救器人往救援。台湾搜救队拢总救出3人，不过可惜其中一个人重伤死亡。先完准备等下台湾到伊斯坦堡机场的时阵，也出现一挂民众列队感谢救灾。伊斯坦堡的机场里面是掌声雷雷，人讲我要去哭啊，伊朗也哭啊，日本也哭，土耳其也哭。哦，我真的是感动，我再强调一点哈，国际。 搜救队没有把面子收给当地国，搜救队没有在抢工抢劳，我们就是要救人为先的。这段救援期间，托尼基当地气候真冷，先完不拿面临救灾考验，想要洗头嘛真困难。 太多天了嘛，因为都戴着毛毛鸭的头发，所以很痒，所以我今天天气比较冷，所以把水烧开，然后就是用这个清洗的动作。经过五天无眠无日的救援行动，台湾搜救队甲系统的装备器材拢关乎托尼基当地的搜救组织，佮顺利倒来台湾。台湾民间是持续支持援，统计卫福部所开设的赈灾专户，到10时为止，已经超过6.8亿，民众的爱心真正无数人。记者综合报道。 地震拄发生的时阵，大家拢在关注救灾进度，但主播是已经刷到外头来难民要安怎生活。不过，即阵财政上界严重的两个国家，托尼基甲叙利亚百姓，煞是开始起冲突。托尼基甲叙利亚其实过去都已经袂合，即马托尼基人是指控叙利亚难民抢劫迫害，佮把避难所的叙利亚难民拢赶走，甚至网络顶嘛开始出现反叙利亚的口号。 避难所内底，囡仔人就是做伙算画图，则是托尼基梅尔辛一个临时避难所。安迪因为内战流亡的叙利亚难民，也毋过两个边境发生强烈地震，让托尼基民众伫绝望的情绪之下，开始出现排斥的情绪。毋但只只叙利亚难民趁着赈灾抢劫破坏，佮赶走予安迪伫避难营地难民。 طالعوا ما بنعرف اجوا الجماعه صاروا يدقوا علينا الباب طلعوا من السكند طلعنا طالعونا بالساعه 2 بالليل طلعونا بباصات واخذونا لعند جماعه قعدنا فيها والاولاد نايمين كانوا يعني كمان وهي حالتنا يعني صرنا اسبوع بهالموضوع هذا 另外，社群网站推特开始出现反叙利亚的口号，表示移民应该爱护，赶出国，无欢迎叙利亚人。两个国家的这个赈灾特别满十天，除了败坏情绪，托尼基灾民开始出现身体跟心理的健康问题。第一次肯特伦说，第一疫情病院内底，越来越多病人出现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Now more of the patient are coming with the you know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ll the shock that they have gone through during the earthquake and all whatever they have seen, but because of that, patients are having panic attacks. There's a good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coming as a panic attack.
除了 PTSD， 佮有欠水引起的卫生问题，有民众爱行五公里的路去有水的清真寺便所。WHO 世卫组织嘛警告讲，伫饮用水无够、卫生环境歹的状况之下，有可能会爆发传染病。而伫一般病院无因治疗受伤的灾民时，嘛影响到其他疾病看病空间。当局伫德尔特约尔开放一只军舰，加做临时病院，为灾民提供医疗服务，让现场的人会当根据病情分类找外科也是骨科医生。而且在军舰面顶接受 X 光，也是超音波的检验。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防卫省昨暗宣布，过去几落届出现伫咧日本领空的不明飞行物，就是中国的气球。自民党甲国防部开会要修法，予自卫队有权力甲不明的飞行物拍落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三大名校首尔大学、国立大学跟延世大学，今年入校的招生有挖近1200人放弃报道。延世大学的半导体相关科系，合计人竟然全部拢无去，显示讲南韩的理工科系已经无抢市。英国《Times》报道，福特汽车按算澳洲要裁员3800人，英国就占1300人，等于是裁掉英国超过五分的人力。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俄亥俄州的火车排队、化学物质泄漏的情形是比以前更加严重。政府是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食溪水。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枪杀案造成三个人死亡。而且根据调查，目前咧读大学的少年人，有袂少人伫咧小学啊，也是中学的时阵，就撞过校园枪杀案，真无简单才活落来。即阵佫撞到第二届，成长的过程实在真黑暗。俄罗斯啊，去年九月宣布大调兵要攻乌克兰，有侪侪俄罗斯啊民众是透明逃出国，就是要闪调兵。有三个俄罗斯啊人是走去韩国要申请难民的庇护，不过是一直拢无通过，伫咧机场已经大肆搁过啊。即马南韩的法院是总算同意，予其中的两个人入境。另外一个是会当继续上诉，不过伫咧申请通过进程，也是爱伫咧机场继续过日。其实南韩毋是唯一一个俄罗斯人去申请庇护的国家。咱看边啊，即排甲大包细包，用行嘛要逃出俄罗斯的人，你着知影讲，甲俄罗斯土地相接的国家有搁较侪人相争要入境，亲像俄罗斯西南边的哈萨克。美尼亚、亚塞拜然、甲土耳其，即几个国家甲南韩同款，拢是摕俄罗斯爱护照都唔免签证，所以是即逃出国的俄罗斯阿人排上届头前的选择。因无咧插讲海关敢要放因入境，生气才阁讲。也那是西北边的芬兰，虽然是爱签证，不过因为土地小接，冇真侪人去试看卖。去年大丁的俄罗斯阿人逃出国，即阵风声讲俄罗斯阿春天可能会阁进攻，会阁调兵，所以真有可能有一阵人会阁走出去。勇敢拒绝入侵，毋忘打响和平。未来南韩律师向外界展示无爱战争的诉求，因协助三个俄罗斯人拒绝予人征调去乌克兰战场做逃兵。来到南韩了后，留伫个仁川机场。무고한생명을죽이거나무고히자신이죽는일을피하고자여기까지오신분들인데이분들이먼저요구한것은첫번째난민심사의기회를달라는것이었습니다三个人去年10月申请难民身份，遭受到当局拒绝，因为理由无够充分。经过四个月的争取，上尾啊总算有两个人成功，因总算会当结束几落个月机场生活，抓落来行完数年的证书，得到正式难民庇护身份。也那无得到资格，迄个会当提起上诉，不过爱继续留伫个机场。전시등병역거부에대해서는인정을해주신것같습니다즉일반적인병역기피에대해서는난민이아니라고볼여지가있지만적어도이렇게전시상황에서그리고국제법적으로비난받는침략전쟁에서그전쟁에반대하고자병역을거부한자에게는난민인정의여지가있다고보신것으로저희는판단하고있습니다另外还有两个比这三个较晚到的俄罗斯人，因同款伫个第一时间予人拒绝，目前照相关程序等候裁决。南韩已经签署难民国际公约。不如个，当年干那接受少数的名额。俄罗斯一个20岁查某大学生克里夫佐娃，因为伫 IG 发表反战言论，去予人软禁伫个厝内，无法度上课。其中有一条是讲到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案，乌克兰人应该真欢喜。当局指控伊替恐怖主义辩护，诽谤俄军。根据软禁的规定，禁止伊通电话，还阁有上网，并且会拄撞到上悬10年的牢狱之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就算讲有真侪官司在身，也是硬要选2024美国总统。不过，伊伫因共和党内声势是愈来愈歹。竞争头一个确定要跟 Trump 竞争共和党候选人的人已经出声，就是美国的民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海利过去是捌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甲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迄当时上届少年的美国州长。而且伊阁是 Trump 在做总统的时阵演内阁成员。即阵伊宣布要争取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等于就是甲家己的前头级的对决。根据路透社民调显示，共和党目前 Trump 的支持率是43%，是暂时上盖悬的。声势愈来愈好的德桑提斯是31%，海利是干那4%。不过专家是分析讲，竞争的人若愈多，对 Trump 就会愈有利。今年51岁海利被批评美国的总统上济岁现象，讲新时代做领导人的时代已经来啊。未来若海利成功代表共和党选总统，就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共和党提名女总统候选人，嘛是头一个亚裔候选人。Nikki Haley,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has been very special to me. 海利因过把是川普前指定的下属，2017年第一无外交经验的情形之下，川普指定后代做驻联合国大使。Thank you, Mr. President. It's been an honor of a lifetime.两个人迄当阵是互相支持佮爱护，即马拢已经过去啊。因为英国海利伯讲，只要川普出马，伊就无要选。毋过，就是发布影片，宣告伊要竞争2024年的总统选举，互川普佮加一个竞争对手。伊按算拜三要伫个捌做过州长的南卡罗来纳正式发表参选计划。Go for it, Nikki. You did a great job in South Carolina. You did a great job at the UN. Love to get you in the White House. Oh, I was a Trump supporter, but.I think he speaks a little too much,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a change from him and Biden. And I think a Nikki Haley, a Ron DeSantis ticket would be an amazing ticket. Haley 今年51岁，伊讲新一代领导阶层的时代已经来临啊。而且近前伊嘛捌批评高龄参选总统的问题。第二年会伊嘛是有较少年的优势，也佮有印度的女性的背景，第二选战可能有加分的效果。I am the proud daughter of Indian immigrants.They came to America and settled in a small southern town. My father wore a turban. My mother wore a sari. I was a brown girl in a black and white world. 海莉在共和党内底，被看作是坚定的保守派。不过，有不少人相信讲，伊比其他同辈更加有能力解决性别甲种族的问题。目前，共和党内可能会参选的人，也包括前副总统潘斯、甲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不过民调显示，目前海利的支持度甲川普一个福州州长德桑提斯来比，也是差真远。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密西根州立大学将发生校园枪杀案，造成3人死亡。警方发现，讲是一个43岁查甫人，也曾伫咧2栋大楼开枪。一个凶手犯案了后，已经自杀死亡。详细犯案动机还阁爱查，目前敢若知影讲，这个凶手甲密西根州立大学无啥关系，嘛无冤案，不过是知影讲有精神病。真侪警察进入校园，有学生囡仔未付穿衫，赤目剃刀逃出宿舍，一个学生囡仔轻轻讲讲，被一个囡仔批咧，伫警方的指示赶紧撤离。一向平静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园，当地时间拜日暗时8点传出枪声，一挂学生囡仔手机啊收到就地避难的警报，一时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敢若知影报名要紧。My phone started blowing up with texts and calls. Stay safe, don't move. So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and then.Started finding out all the news, so I barricaded my door, the front door, and then got in my room, barricaded that with my dresser, and then locked myself in my closet. We, like, our doors, like, we put our couches, like, up against them. It was a very scary time, I'm not gonna lie, because then you'd walk by and you'd hear people walking down the hallways, too, like...You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证实，一个挂面纱、加低帽啊、身材矮短的查甫人，伫校园内两位大楼压枪攻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一个5人受伤，有性命危险。死伤者拢是学生囡仔。案发了后3点钟，警方根据线报，查到匪徒好亲像用枪自尽。We have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the motive was at this point.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43-year-old suspect had no affiliation to the university. He was not a student, faculty, staff, current or previous.
警方表示，目前无发现这个查甫人甲密西根州立大学有甚物牵连，不过伊有精神病史，犯罪目的也需要进一步查清楚。案发了后，这间大学取消两天的课程甲活动。总统拜登是呼吁国会实施暴情的禁令，和侵害暴力的问题早一日得到改善。公视新闻詹惠敏编译。美国俄亥俄州这个月初，有一架载有毒化学物品的火车白白冰车。当时是加在火势有控制下来，无发生大爆炸。不过最近附近的居民陆续有人艰苦，也有人倒饲的动物啊，竟然死去。溪啊，阁有几落千只鱼啊冰冻，怀疑讲这溪水是真有可能已经受到污染。大火和青草的高烟，美国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台海运的火车，车上载着大量有毒的化学物经过俄亥俄州。当巴勒斯坦电视意外火车落尾来冰车，当局赶紧来疏散将近2000位当地民众，并且进行小型的引爆，让有毒的气体在受到控制情况下来排放。不过两礼拜了后，民众发现核酸遭到严重污染，已经有大约3500只鱼啊死去。俄亥俄州州长今出面安定人心。This morning, I called Alan Shaw, CEO of Norflix. I asked him directly if he would personally guarantee, that the railroad would stay there until absolutely everything was cleaned up. He gave me his word and his commitment that the railroad would do that. They would not leave until that was done.出台一列车，50的车厢落尾，其中20有大量的氯乙烯这有毒的化学物质，输入去了后对人体造成伤害。民众测报，等去厝了后，陆续传出有人身体不爽快，包含目睭红，也佫有烧到真严重，要民众送去护理，变甲是软膏膏，敢若破病，甚至死亡。卫生部门建议民众暂时莫啉清水。At this stage in the game,we are recommending that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consider using bottled water.We are awaiting results of testing of the municipal water sources that are going to be fairly detailed and will allow us to have a very complete look at the potential compounds that could be involved. And we expect that very soon.我外国籍官员讲，即阵空气检测结果其实甲事故发生之前差不多，劳力河川的污染物质应该真紧就水透波起。除了当地生态甲健康风险受到讨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正调查列车落尾原因。当时有论指出，火车意外恐惊个过去几年来，各大海运铁路公司大量来检测人力，造成维护人员检查时间不足有关系。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通货膨胀的情形虽然有较降落来，不过物件也是贵三三。加上美洲禽流感的疫情真严重，一粒鸡卵是要台票十几块。也那是菲律宾，即阵的葱头是贵到足离谱，一公斤要超过台票1000块，是比肉搁较贵。政府为着要压价，消息进口20000外吨的葱头，这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好消息，不过农民就被哭无目屎。因为当地葱头是一年才收一次，产季已经不够啊，带出加上进口的恐惊是卖无好价销，所以农民是趁即马赶紧提早销售的。美国鸡卵价销起个惊死人，因为去年禽流感疫情严重，包括内鸡在内，拢总共5800万只的鸡卖掉，影响供应，加上饲料价销甲包装、运输、人工成本一直加悬。根据劳工局的统计，卵的价销去年12月甲同期来比，是去138%。12粒卵都在4.25块美金，月底甚至超过爱国美金，平均一粒都在台票10几块，民众是感觉真无合理，所以减少消费。农民组织嘛呼吁公平交易单位，都在好好调查几啊间卖卵大公司，敢是有涉及货币放价。加在从2月份开始，大卖价销有明显降价，已经比去年上季的时阵降差不多一半，小卖价销嘛可能会大大稳定。A lot of the farms that had the avian influenza, where they had to depopulate.Have been repopulated and birds are starting to lay eggs, which was great. We're seeing less and less of a shortage in San Diego. A lot of our foot traffic has slowed down, and that tells me that there's eggs now available more readily at grocery stores. In the Dong Nam Ai, Philippines, the price of chicken is now running low. From last year's 8 months, the price is 10 times. The price is now over 1,000 dollars. But these hard-working farmers are still not able to make money, because the local chicken is only one year once. Now they are going to be harvested. President and Agriculture Minister Xiao Makou said, "At this time, the price of chicken is 21,000 dollars. The price of chicken is now over 1,000 dollars. The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harvested early, and the price is now going to be sold out.
kinakabahan kami kasi yun lang inaasahan namin, pananim namin, tapos bigla pang sasabayan ng import. Patay na kami nun, talo. Wala ka pa rin ane. Ah, kikitain. Tu liao jin kao e si gan tem u ding da, ya ge u ba xiong deng ji dun hui, ga o bei bong ge wen de. Zhao ga pei ping long ya bo men guan li bu dong, chong ai jing qie mao zai long bin ya ge u xiao hui jia, xiang dan bo bi yao tong ko. Ma ke shi jian hu xiong jin gong, yang dui niu xi an zuan, ga long ya xiong san de ge tiao zhen, yin xi you so bu jiao. Long ya bo men mai gai ge dong zuo, lai hui yang gua gai ai u zuan ji zuan ge bei long ya bo tiao xiang yin. Gong xi xin bun, xi hui jiang ben ye。所以来看阿根廷的民众对抗不计方式。最近是有一队民众家己组织一队查假销的队伍，大刚走去超市监控业者敢有乌白起价，这起价幅度敢有超过政府规定的，确实是抓到不少违规业者。不过，敢那这款连锁的超商超市起价有受到法律的规范，小店嘛是无受到限制，所以讲这物件介绍也是自然化。在消息裡面上次看這個介紹，這個點點用手機來拍這個賣價標籤，52歲家庭主婦社龍尼最近有新的新婚，就是到連鎖超市偷偷來調查介紹。Lo mismo que un jabón Ala de 2.31.40 a 4.96 me parece que no es un 3% y me parece que nos siguen tomando el pelo。跟社龙尼相款的查价新闻，大约20多人，因家己用家己的时间监督连锁超市是不是按照甲政府嫌疑面粉、米还佮牛奶这2000种的日常必需品，每个月计销起货限制伫3.2%。查价大队的定期公布这个结果，并且向政府来检举，违规业者相关会使罚7100万块的阿根廷的比索，大约是1100万块台币罚款。不过，这个卖价起货限制只有甲政府签署协议的连锁超市、甲大型的食品商，真侪小商店无伫个这个限制范围内。La carne en este último tiempo ha aumentado un 40%. Acá nosotros aumentamos solamente el 20%, nada más,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seguir comprando y se mantiene la calidad, que es lo principal.肉鸡也算起得少的，当地牛奶去年初到即阵已经起4-8%，加油甲糖更加起超过5%。阿根廷过去十多年通货膨胀拢真严重，去年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引发能源甲粮食的危机，好情况是更加严重。今年一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甲去年同期比较，已经起将近100%。研究部分的人士认为，限制卖鸡无多来解决通货膨胀，应该爱采取减少。印刷票也过公共支出这做法，才发到来阻止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